Apple Store 时代电影箱跟他们 Apple 部为今年2022年的到来提前公开了新年新会插图的剪影，另外还将从2022年1月2日起举行正月商展，将从12月27日起发售使用了正月新会插图的周边商品，插图全貌以及正月商展的详情将在之后公布，敬请期待续报。益智游戏妖怪手表 Puni Puni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活动从12月16日开始，游戏官方推特上公开了合作宣传视频，将在该推文的转发者中抽选10人赠送合作角色。预定2022年1月15日发售的一番赏 Evangelion Heroines 公开了全产品图像，除了之前已公开的来自新1比4比例手办品牌 Quarter Impact 的 A 赏明日香手办以及 B 赏凌波丽手办的图像，还公开了 C 至 H 赏以及 Last One 赏的产品图像。福音战士与万代的集幻式卡牌游戏 Battle Spirits 合作，推出了御剑卡组以及补充包。御剑卡组觉醒的时刻以续破为主题构筑，包含有游戏必要的核心以及原创卡套与替换用活动卡牌。补充包胎动的序曲收录了新剧场版系列四座的机体与角色，还能以使徒为主题构建卡组。同时还将发售以续破为主题的两款 Battle Spirits 周边商品套装。续主题套装包含有两款以创奥机以及凌波丽为主题的保护卡套，一款收纳用卡盒，一款新会插图橡胶卡垫，以及三款新会插图卡牌。破主题套装包含有两款以觉醒初号机以及明日香为主题的保护卡套，一款收纳用卡盒，一款插图来自补充包胎动的序曲的橡胶卡垫，以及三款新会插图卡牌。同时购入两种套装将附属定真寺与凌波丽的新会插图卡牌作为同时购入特点。福音战士与运动品牌 Wuzis 合作推出球袜系列产品，包含有 Ace 级实战球袜以及 Socks 级休闲球袜，均以福音战士机体为印象，有初号机、零号机以及二号机共三种款式，礼盒装附带有机体头像徽章。来自 EVA 官方赛车队 Evangelion Wisim 参加了澳门 GP 的赛车的 1:64 尺寸模型登场，在小尺寸模型上细致地表现了车辆细节，附有单独的台座，外包装为透明盒子，附有赛车女郎的手办。来自 Movic 的周边商品品牌 Yulu Palette 系列，新福音战士剧场版的各种角色周边商品登场，产品包括有集幻式织布徽章、亚克力立牌、文件夹、笔记型手机壳以及皮革小包。 Good Smile Company 的新 Q 版手办系列 Hello Good Smile 推出定真寺与主勋手办，手办头部可以左右摆动，预定2022年5月发售。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让我们下次再见。